Thank you.
下面 frame 和 slide 滑架的这个 slide lock， 还是很传统的。后面有一个 pin， 是第五代 Glock 特有的，之前是有两个 pin。后面slide stop 就是用来卡住这个滑架的按钮，是深灰色的。上部分一大亮点呢是它本身自带的这个荧光机瞄。整个滑架的尺寸实际上是和之前所有的格洛克19、普通的格洛克19的尺寸完全一样的，所以可以把 19X 的滑架按在任何一把格洛克19上面。因为我没有19，所以没法给大家演示。上面还有一大特色，就是它的 Marksman Barrel， 它的叫做精确射手步枪。它的枪管呢有所改进，据说呢是比之前的格洛克同款的枪管的精准度要高。我还没有去靶场试，所以呢之后会专门出视频，统一为大家做一些这个枪的测试视频。好，现在来说它下面的握把部分。首先呢是这个 side lock，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吗？这个弹簧露出来了，之前的第四代是没有露出来的这个地方。另外呢，像这个两边都有这个 slide stop。左右手都可以触碰到，因为它是第五代，所以这是第五代的一大改进。下面的 Magazine Release 这个释放弹匣的按钮也是大号的。同样的，还有这个颗粒状的握把表面，取消了 finger grooves， 握起来比较舒服。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一点，之前我在第五代17的视频里也有提到这一点。最大的地方实际上我认为是下面这部分，这地方实际上也是美军的一个要求。那么呢，之前的格洛克惹第四代的话，它是呢没有这么一个凸起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新增的。后面的挂钩是我去掉的，刚才有演示过可拆卸的，你看到这是一个孔啊，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。整体来看，这是一把格洛克19，所以它上面 slide 滑架的长度是和19完全一样的。那么这把枪的主要特点就是它的握把部分，它的握把使用的是全尺寸格洛克17的握把。那么给大家对比一下，直观的感受到。我把这个滑架先拿走，把格洛克17第五代的滑架这个握把拿过来，放在一起对比一下。大家去看下面这个部分，它的长度实际上是一样的。这样看还不是很明显，对吧？这样看可以看到吗？上面，对齐以后，底下的长度是一样的，可以看到。所以呢，不同之处呢在于，下面这个部分。那么它们虽然都是第五代，那么设计用途并不一样。17的一大特色，之前视频也提到，它把这地挖了进去一块。我个人非常讨厌这一点，因为它会造成这个上弹的时候会卡在这个地方。那么 19X 呢反而增加了一个这个前面的凸出来一部分挡住了。虽然它们的握把尺寸是一样的，长度一样，宽窄一样，但是它们的弹匣并不通用。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这个是一个格洛克17的第五代17的弹匣。那么可以注意到前面这地方有一个凸起， 19X 的下面有一个这个下面挡住了，所以想一想也知道插不进去的，对吧？这个被挡住了。但是呢 19X 弹匣呢就和普通弹匣是一样的，所以呢可以插在第五代17上面，可以看到。同时呢19X 适用于其他的弹匣，这是一个马盖普的第四代的弹匣，17的当然没问题。那么 19X 也是可以的。最后说一下这把枪我最喜欢的一点，就是它的扳机 trigger。 那么我们说你打的成绩好坏啊，那么取决于这把枪，那么另外最重要的取决于你扣动这个扳机。虽然它官方给出的数据，两把枪的扳机触发的力度都是26牛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是一个老的格洛克用户的话，那么你会很
清楚的其实能感觉到啊。那么实际上 19X 的扳机触发力度要比17要小那么一些，而且呢它整个运作起来非常的舒适。具体的话真的只有体会才能感受到，它的运动过程非常的顺滑，让我感觉到真的非常的爽。虽然这把枪我自己这把枪没有拿过靶场进行测试，但是我打过朋友的枪，真的当时为什么要买这把枪啊？那么就是因为我在用完17以后再打他的 19X， 真的非常喜欢 19X 的扳机的这种感觉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素质三连并转发关注，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朋友可以扫码加入 QQ 群。再次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